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可以坐低啦，因為會進入最漫長嗰個環節，係講 credit， 係。咁我就份人比較囉嗦，希望你哋忍受我呢以下落嚟嘅一個鐘，好唔好？準備好啦嘛？吉他手崔展豪。講到呢度好唔好？舒服係咪？可以，咁你坐翻低啦。好。第一日咧，我介紹得佢太長，佢有啲唔好意思。翻屋企 message 我，佢話：可唔可以唔使講咁長？我話好啊。有我哋嘅 Cheryl 老師，因為有你先可以唱到成場，真係。同埋佢話如果你真係攰，我可以都幫你唱少少。佢話因為我依家已經。好識模仿你唱歌，我真係想，出碟的話幫我剪了他聽，多謝你。可以坐翻低，舒不舒服咁樣？舒服舒服好。怕醜怕醜係。最後俾多啲掌聲，你哋每一位入場嘅朋友，多謝曬你哋。要送上今晚最後一首歌曲俾大家。呢首歌收過好多嘅來信，手寫信、千字文唔同地方嘅 inbox。不同的人的傳話或者親口話俾我知，呢首歌都帶俾佢哋好大的意義。出了念那個時候，其實我收了很多的 inbox， 原來有這麼多人想離開這個世界，他們不停多謝我出了這首歌。跟著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我不覺得對我本人太大影響，只不過我會覺得很心痛，原來這麼多人需要這首歌咯。這首歌也是我都未試過可以攞到嗰啲咩咩咩即時 number one， 即係證明好多人需要聽念去到俾一個擁抱佢哋自己，所以我都唔知道開心定唔開心，好係啦。咁但係我好多謝，如果我嘅歌曲有俾到你哋力量，我都呢啲都係我創作最大嘅意義，最大嘅動力。係啊，我都識翻個朋友，我話。不是個個都有能力去到接住別人的苦，如果我有這個能力
我是很願意去將我的力量去慢慢傳給大家，但我想收回，我不會再給曬力量給你們，因為我都要留一點給我自己，如果不是我不會有更多的力氣去創作更多的歌曲給你們，所以這個就是我自己一個愛自己的方式，就是我不會給曬你們，但是我會跟你們一起分享。咁接下落嚟，最後一首歌曲，亦都係我一直都好相信嘅，相信每一個人揾對地方，你都可以發光。我真係咁樣相信。呢個好老土嘅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每個人嘅生命都係獨一無二，每個人嘅經歷都係獨一無二。每個人，你哋可能自己睇唔到自己嘅優點，你哋嘅好，希望你們花多些時間，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價值，希望你們花些時間 去到好好欣賞下自己，照一照鏡，去到欣賞自己擁有的東西，然後去到不要怕失去這樣活著。我都是抱著一個不怕失去的心，去到邀請我今次的所有嘉賓，因為我很想去到用身體力行去告訴大家知，當我信任一個人，當我支持一個人的時候，我就是會這樣做。人生只不一次為自己瘋狂，也是相信就拼命去闖，迷離路笑著走過，又窒又剩，我唔想出醜啊嘛！你明唔明啫？你咁大個場，俄羅斯方嘅又窒又剩，到時我98，你又影曬相咁。嗰次沙科都窒啦，你估我贏到岑明儀咩？講真，窒啊！個芒真係窒啊！翻屋企先啦，我過兩日啦，過兩日 IG 同你哋玩啦，好唔好？俄羅斯方塊啊，好唔好？